天来不了一地。好像跟你谈恋爱以后，我变得很不像自己。我似乎让你觉得很难受，是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，可是我也很没有安全感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男朋友会不会突然跑不见了。这种事情我经历一次就好了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我想要你诚实告诉我，不能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。身为你的女朋友，你应该信任我，尊重我，而且我也有立场知道，我不想要哪一天我的男朋友突然不见了，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抱歉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可能真的只适合当朋友跟同事，不适合当男女朋友。我同意。或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把幸福交给